大家好，我是阿萨，今天我终于要组我的新电脑了，所以今天是用这只会讲话的手跟大家服务。首先，这里是我准备好的零件，这次我要来自己组，我是自组新手，希望不要出什么差错才好。然后，首先 CPU 是我选 i7 的12代的 12700K， 搭配华硕 ROG 的 Z690A。WiFi D4 版本的主机版，为什么选 D4？ 因为 D5 我觉得有点太贵了，而且 CP 值实在是有点低，所以用 D4 稳稳用就好了，之后要升级再说吧。然后散热我用恩捷的 X73 水冷，因为为什么要选 X73？ 我本来要选 Z73， Z73 它的特色是这个冷头这边它可以自己自定，比如说自定一个小动画或是小图案之类的，其实还蛮有趣的，但是我后来觉得我会使用到这个自定图案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少的，而且我比较喜欢这个 X73 的无线镜的这个设计，而且这个无线镜的设计跟这一次的主题会比较搭，所以我就选这个，而且这个还便宜了3000多块吧，然后是白色的记忆体，我本来想要上贼船买它的那个白色的 Dominant Palladium 那个什么统治者白金系列啊，尤其那个系列不但品质很好，而且搭配那个 IQ， 它的 RGB 看起来有更多玩法，更漂亮，还可以玩俄罗斯方块，很有趣。但是它都不卖 D4 版，它现在只卖 D5， 而且卖超贵的，所以我就换了芝奇的，这个是皇家戟银色版本，一支 32GB， 两支加起来 64GB， 但是频率只有3200，然后时脉只有 C16。就比较慢，稳用就好了，之后要升级再说吧。显示卡的话，这是 ROG 的3080，只有 10GB， 因为我买的时候是特价，所以我只买到 10GB 版本，它还有 12GB 啦，但是我觉得差 2GB， 以我没有 4K， 以 2K 来说应该够吧，应该啦。然后那个时候买的时候买这张，它有送ROG 850瓦的电源，所以其实还蛮划算的。然后我还买了联立的电源延长线 RGB 的，这个延长线有附 RGB， 很漂亮，使用起来还应该蛮酷的。这次用的风扇就是这个联立的无线镜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组装起来非常的容易，因为它是积木扇，它只要扣起来，三个扣起来只有一组电线，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这次就使用看这个，然后最后机壳就是联立的 O11 Dynamic Evo， 虽然我是第一次组，但是这个机壳听说是非常的友善，所以我还蛮想要试试看的。然后应该啊，还少了储存界面 M.2 美光垃圾 P2 不要啊，十全的 MP34， 美光 P5 Plus 跟三星的980 Pro， OK。MP34 只有512GB， 就当我的 OS 碟，让它干净一点。然后 P5 Plus 的话，因为它是卷 4 的嘛，应该很快，所以我想要拿来装游戏看看会多快。980 Pro 这个非常好的卷式的 ETB 的，就拿来当编辑影片工作用的碟。OK，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对了，这里还有纳斯郎的 4TB 当做备用碟，那就赶快来开始组装好了。有点紧张，毕竟是第一次组啊。虽然这次不会用到恩捷的这个风扇，因为我要把无线镜积木扇装在 radiator 上面，但是这风扇也是很贵的呢，一个也是1000块一个风扇。
组起来了，会成功吗？至少主机板有在亮。OK， 电源。哇，好亮！哦呼呼，哇，这个 RGB 色彩太漂亮了。哦 ，Post， 耶 ，OK。M.2 都有侦测到 ，SATA 那个4T 的也有侦测到 ，OK。New CPU install，OK、okay。太棒了 ，nice， 耶、yeah ，成功了。说风扇没在转，嗯，这是正常的吗？耶、yeah ，完成啦！呜，风扇也有好好的在转了。邦普没问题，全部的东西都有在亮。欸，有几点啦，它像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它脱落了，粘不回去，我之后再买那个强力胶把它粘回去好了。然后那个链力的那个会发光的那个灯条，不是灯条，电线条啊，它后面需要另外一个 controller， 可是我已经没有 USB port 可以再支持它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取消掉了。然后这一边本来显卡也有一个白色的，然后它是因为弯不进去了，这个它靠这个玻璃太近了，所以它弯不回去了，所以我就只好取消掉不使用了。不然白色的也蛮好看的，不过我的显卡不是白的就是了。之后没有抢到白色的 ROG 啊，之后有40系列的话再说吧。然后显卡驱动完了以后，它的灯条不会流动，有点怪怪的。反正这个重开机应该就好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吧。最难的就是那些 RGB 的线，其他的整线我觉得都还蛮简单的。而且这还是我第一次组电脑，那我觉得因为可能是这个机壳很好，它后面的空间很多，只有 RGB 的线理到快要抓狂，其他都 OK。然后风扇会转，原本不会转是因为这些风扇需要联力的那个软体才能好好的让它转，不然它是不会转的，有点烦。 OK， 这样子就全部完成了，耶、yeah! 而且我已经把 Windows 11装上去了，完全没有问题， Nice， 就可以撕这个。